铸剑讲究心无旁骛，若三心二意，便会功亏一篑。这里便是此地最为寒凉之处了。这块石台可以吗？没问题。新进阶的弟子今日可休息，但万不可遇见出琼华。你们自行安排吧。 我没事的，这是寒气入体，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怕是又要昏迷了。师叔，我在此每隔半个时辰为你因公驱寒，直到你修好为止。谢谢你，师叔。 不可心急，焦躁。你昨夜骤然体寒，今日怎么不好好休息？梦离告诉你的吧？哎，我现在没事了。从脉象上看，却已好转。 但是此生却寻不到病根所在。我好像修复成功了。哎，子英，你看看，是不是只有昏迷冥会了？不妨，快让我看看。你看看，怎么样？啊？是。 人活着，便要经历生老病死，愿走不得，爱别离，求不得，何不洒脱地接受这一切的阴晴圆缺？你看你，刚说要让你学学接地气，你这一态可又升华了。但是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说我们是朋友呢，这应该是我这几天听过最开心的话。嗯。 我会试着洒脱坚守阴晴圆缺的，可是我还是想要贴合他爹的牌位，能够完整。我这几天去找找吧。修仙者毕生之愿，便是不为一己所欲，只为守护苍生。妖乱之时，镜子为护女婴被掳，女婴失魂。有人见云。 蔑徒，略走轻云叛逃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别一口一个什么云公子慕容少侠的，叫名字就行了。你什么时候找到的？那是牌位被毁之时。我想等到这一切能有一个定论的时候，才是不缺你讲的时候。我就知道，我们肯定是心有灵犀的，对吧？